各位嘉賓你們好，聖誕快樂，心裏面好開心，因為咧雖然出面落緊雨嚇，咁大家仍然咧係咁熱心嘅嚟到呢個地方，一齊同我哋嚟到慶祝呢個聖誕節。我哋為大家所預備嘅呢一個粵語聖誕頌咧，我相信我哋都希望係藉住呢一個嘅盛會大家咧已經咧開始感受到咧聖誕節嗰種嘅氣氛嚇。雖然間咧都仲有成我諗十零日啦嚇，咁咧聖誕節好快到，我哋已經喺呢個地方咧一同嘅喺度慶祝緊聖誕節，所以咧我希望大家好好嘅嚟到去享受我哋所為大家預備嘅呢啲嘅節目，我希望咧大家能夠好安靜，亦都咧係好安定嘅嚟到咧。享受这个聚会。所以呢请大家呢将你的手提电话呢稍微调一调整好不好、因为呢如果突然间有节目进行的时候呢这里又响那里又响呢大家呢可能呢就会有很多的搅扰、如果你可以呢我鼓励大家将你的电话呢是校去震盪嗰個部分嚇，咁你知道，電話嚟啦，咁如果真係緊急電話咧，你可以咧出到去大堂嗰度聽電話嚇，好唔好啊？咁同埋咧，因為而家科技好先進啊，好多人咧就用 iPhone 啊、iPad 啊咁，因為咧我哋都試過聚會嘅時候咧，嗰啲即係嘉賓啦，咁好想咧影下啲相啊等等，於是咧就舉個 iPad。你知道咧 ，iPad 好光嘅嚇，後邊啲人咧就哇俾佢撐到咧，即係唔係咁好啦，係咪嚇？所以咧，如果你真係有 iPad 有 iPhone 嘅時候咧，如果真係你要影相嘅嚇，當然我哋唔鼓勵大家用閃光燈嗰啲啦，因為咧，如果小朋友好或者咧喺呢度嘅即係演出嘅人咧，佢哋一有啲閃光燈嘅時候咧，分心啊嚇，唱下歌或者跳下舞咧，突然間咧即係分心嘅時候咧，咁就唔想有啲咩意外嚇。所以咧，如果你真係要影相嘅時候咧，請你咧去到最後邊嗰度嚇，咁咧喺後邊咧就可能個騷擾咧比較冇咁大啦，好嘛嚇。咁特別咧，我都見到好多小朋友喺度如果咧你有小朋友喺你旁邊嘅，請家長們咧幫我哋個忙好嘛？好好嘅照顧你嘅小朋友如果佢稍微咧會嘈嘅嚇，稍微安撫下佢哋好唔好啊？咁咧同埋都唔好俾佢周圍走，因為咧好黑啊呢度嚇。咁我希望咧。大家都在这个地方很安全很安定的来到去欣赏我们所为大家预备的节目。我们这个节目很快开始的了。我很希望大家好好地来到预备好自己的心，不单止我们这些节目为大家摆上，更加让你可以来到去领受到圣诞节那个真正的意义。另外一句補充説話咧，我想大家都聽一聽嘅。一陣間咧，我哋詩班咧，我哋會唱一首歌咧，其中有一個歌詞咧，叫做《以馬內利》嚇，《以馬內利》。咁呢個《以馬內利》可能咧，對於一啲唔係翻教會嘅人咧，可能唔係咁熟。咩意思咧？咁原來咧呢個字咧係耶穌嘅一個名，叫做 Emmanuel 嚇。然後咧中文咧就亦都叫以馬內利。以馬內利咩意思咧？就係神咧與我哋同在嚇，神咧降生喺呢個世上咧。與我哋同在咁嘅意思嚇，所以陣間大家聽到咧詩班唱呢首詩歌嘅時候咧，大家就知道咧，哦，原來咧係神與我哋同在咁意思嚇。好，大家咧可以靜心，我哋呢個節目咧就快開始啦。部所舉辦的聖誕慶祝盛會聖誕頌，一同慶祝救主耶穌基督的降生，盼望藉著這個盛會使你能夠享受到聖誕節的快樂，並且領受到聖誕節的信息。為使各項節目能夠順利進行，請關閉你們的手提電話，照顧好你們小朋友安靜，並且在節目進行的時候請勿攝影，多謝各位合作。
Thank you.
来宾由三藩市基石堂浸信会所举办的粤语圣诞颂庆祝会现在开始，请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大会司仪兼司班指挥潘礼峰牧师。好开心见到大家今天晚上在这个地方一同的同我们庆祝救主耶稣的这个降生。我们这个的与圣诞颂是为大家一路的预备各方面的节目。那个节目不单止是给大家可以欣赏，更加我们希望藉着不同的方式，歌唱、话剧或者各方面的表达，来到庆祝我们的救主耶稣的这个降生。所以我希望大家都一起的将你自己的心放开，可能还有些什么在挂心的暂时放开它先，我们一起在这个地方歌唱欣赏和聆听，来到去庆祝我们的救主耶稣的降生。所以大家在入到来的时候有一份的秩序表，里面有一些的我们今晚要唱的歌词，有中文的有英文的，咁咧方便咧一啲講英文嗰啲咧比較多啲嘅。If you are more English speaking, we have the English lyrics in your bulletin, so you can sing with us in English. 所以咧，我哋希望咧今天呢一段嘅時間咧，大家一齊享受啊！我哋咧雖然間出面天氣唔係咁好，但系咧喺呢個地方咧，我哋好温暖啊！一齊咧慶祝救主耶穌的降生。好，第一首歌我们都是大家很熟的一首Jingle Bell 圣诞钟声，我们一起唱好吗？齐声欢迎，齐声歌喂，平安佳节夜，祝福圣声同向我看你，
家咧可以靜坐咧嚟到欣賞。我哋會有四部嘅合唱、小天使嘅演出，同埋咧我哋會有幾個嘅短劇，係構成咧一個嘅話劇，可以供大家嚟到欣賞。最後我哋會有詩班再次嘅為大家嚟到獻唱，將各位靜心嘅嚟到欣賞。
去开门啦！你听唔到个门钟响嘅咩？你有冇搞错啊？你咁近你都唔开，要我去？好啊！你睇唔见我而家睇紧报纸嘅咩？唉，行嗰两步都咁多声嘅。Vincent， 林太早晨。早晨。咦，点解要你自己嚟开门嘅？哦，今日工人放咗假啊嘛。哦。咦，今日星期六喎，咪你冇节目嘅咩？哦，我见就嚟圣诞啦，咪特登攞份礼物过嚟俾你哋咯。都咁熟咯，使乜咁客气？少少意思啫。由你坐啊。好好好。哎，早晨 ，Albert。喂 ，Vincent， 嚟坐坐坐坐坐。哎呀，你又唔好企喺度啦，嗱嗱临去斟杯茶嚟啊嘛。喂，点啊？你嚟有咩搞作啊？吓？搞作就冇。你见嗰得边个 Michael 啊？哦，记得。啊，早两日我撞到佢，原来佢过咗去 Pineapple 电脑嗰度做喎。佢话咧，佢公司嗰只手机 P-Phone 7喺圣诞前会出只升级版 7S 咁话喎。上次菠萝电脑出嗰只手机嗰阵时，佢啲股票升到啪啪声噶喎。喂喂喂，嗰啲料系咪真噶？唉，绝对系独家兼可靠啦。唉，最弊我冇钱啫。若果唔系啊，我实能瞓晒个身落去买啫。咦，不过 Albert 哥，你谂谂佢啊。一系就唔买，买亲咧就尽地一煲，赚到佢盆满钵满。不過我啱啱就將啲錢擺曬入去對沖基金度，一時間就周轉唔到。咁即係而家我咪見財化水？咁又未必。你手頭上咪有筆資金，啲客俾你攞嚟投資嘅。嗯哼，你攞嚟買咗啲股票先，遲啲周轉到啦，咪冚翻條數咯。啊，又係喎、啊！喂，天光啊，你唔係諗住？用你顧客的錢來買這個股票是嗎？你懂什麼啊？我現在拿那些錢又不是說不還，況且啊，我在這行這麼久啊，那些買賣的東西了如指掌啦。說開了，你猜我林天光金牌經紀這個名字是騙回來的嗎？是啫，不過這樣很危險的。而且仲系犯法嘅添噃。正所谓啊，富贵险中求。如果唔系咁样啊，我咁搏命啊，边度揾到咁多钱翻嚟买屋、买车，同埋请个工人俾你使啊？系。我都知道，不过我觉得真系唔系咁好咁啊。我唔同你讲啊。你繼續搞呢棵聖誕樹啦嚇！你繼續搞呢棵聖誕樹啦。Albert 哥啊，我都係唔阻你哋啦。你坐乜嘢啊？坐啦！唔好啦，唔好啦。你坐先啦。星期一先再傾過。好，星期一先再傾。好啦，走先啦。我送你啊。好啊，唔該林太。再見，拜拜。又邊個咧？哇，阿瑩，咩系你啊？系啊 ，Hello 家姐。诶，你今日唔系要去教会嘅咩？系啊，一阵间就翻去噶啦。不过经开呢头，咪谂住攞埋圣诞仲啲飞俾你哋咯。你坐啊。好啊。诶，姐夫你好。喂，阿瑩，咁得闲嚟探家姐啊？系啊，顺便攞埋啲飞俾你哋啊嘛。到时记得同家姐一齐嚟咯。好啊，好啊。哇，家姐，你哋屋企棵圣诞树布置得好靓啊！尤其是啲天使同埋星星，好有意思喎。系啊，你睇唔睇到啊？嗰个星星同埋呢个系你送俾我嘅，我个好中意，我再去买多几个添啊！系喎。唉，好心你哋两个，唔好嘥咁多精神，就整两棵圣诞树啦。唉。咪有得個睇字，你又唔好嚇我唔識嘢啦。聖誕節咧就係紀念耶穌出生嘅日子，個主角又唔係棵聖誕樹同埋聖誕老人啊嘛。啊，好嘢噃，姐夫。咁我又考下你啦，點解我哋要紀念耶穌降生咧？背後又有乜嘢意義啊？
哇，咁嚟考我啊？费事同佢倾嘅。你睇，摆咁多星星上去做乜鬼嘢啊？不如啊，放几只金元宝上去，保佑我发财仲好啦。哎呀，你喺度发咩噏风啊？边有人听过金元宝摆喺圣诞树上边嘅咧？姐夫，其实呢啲明星系代表住神对我哋嘅爱。神佢差派耶稣降世为人，救赎我哋世人嘅罪，赐俾我哋相信佢嘅人得到永生。背后嘅意义是非常之重大的。永生使唔使讲得咁长远啊？我只是求神啊，俾多少少钱我，等我提早退休咋？都等咗咁耐啊，苏都唔苏下我喎。唉，所以话咧，而家我系全部靠自己嘅。正所谓自求得福，现实得多啊。我又唔同意你咁样谂法喎。虽然呢，我就不太认识阿莹那个耶稣，但是我相信他信的那位神不是好像你说的那样的。唉，我都不跟你说那么多东西了。阿莹那个圣诞节聚会呢，我们就会去，就算捧阿莹的场咯。至于说耶稣的了，悭返点口水啦。好了好了，姐夫，好多谢你肯来参加我们的聚会。不过你不是来捧我们任何一个的场的，这个是你和耶稣之间的约会来的。喂，你又说，哎，真的。OK OK， 姐姐，我都够钟回教会了，好，第日先同你们通过了。好好，姐夫我先走先啊。OK OK， 拜拜。我送你啊。好啊。We
唱啦，他们唱得很兴奋，希望大家唱的时候一样那么兴奋，普世欢腾 Joy to the World。跟住亦都會有四部嘅合唱，佢哋會唱一首歌叫做《明星代表主的愛》，請各位欣賞。
突然之間又會話中風嘅，前排我見姐夫佢仲好地地噶，仲有啊，上次話佢參與內幕交易嗰件事，而家點樣啊？一切都係天光咯，佢野心太大啊，恃住自己喺呢行度做咗咁多年，諗住經驗豐富可以控制曬啲大局噶啦咁喎，加上啊。又受了他助手的唆擺，用了他顧客的錢去買那隻菠蘿電腦的股票啊，怎知就是因為那隻股票被人家查，說是內幕交易，好彩後來查到說他沒有直接參與而已。哦，原來是這樣。不過那牌就被人吊銷了，公司又炒了他魷魚，加上那隻股票大跌的時候，他又要四圍去儲錢要還給他的顧客的嘛，就是因為太多壓力他受不住了，他就中了風咯。雖然姐夫他犯了過錯，但是都經歷了這麼多事了，現在真的很需要你的支持和體諒的，你都不要過分怪責他了。你知唔知啊？當初嗰陣時啊，我幾嬲佢啊！但係而家睇見佢咁嘅樣啊，成個人都落曬形咯，點嬲得佢落喎？佢而家成日喺屋企啊，冇曬精神，成日自言自語咁，有時啊容易發嬲喎，發猛疹鬧人啊！我而家都唔知幾擔心佢啊！我想你現在最重要就是多些關心姐夫的內心的感受，多些鼓勵一下他，讓他有一些自信心，這樣對病情不多不少都會有幫助的。瑩，你知不知道我現在多辛苦啊？我辭了個工人，我家裡的家頭細務冚冷都要我一個人做曬啊！你姐夫身體唔好，我又要照顧佢喎，我而家好攰啊！加上我又唔知道你前路係點，你話我真係好驚噶，家姐。不用怕的，其實你有什麼疲累又或者擔心的話，你試一下跟神祈禱啊，他會聽你的傾訴，而且他還會幫你減輕你心裡面的重擔，對前路還會有盼望的。祈禱？真的這麼有用？是呀。我不會的，你要教我才行。真是多謝你啊，瑩。咦，跟你說了這麼久不見姐夫他的，是不是在房間裡休息啊？是，就在裡面，是不是休息我就不知道了。他現在除了出去醫院覆診，出來吃飯和去洗手間之外，
就成日匿埋喺个房入边，自言自语咁。我真系惊佢发癫啊！咁你又唔好咁样话佢。天光，等我扶你啊！唉，使乜你扶啊？我又唔系唔识行，我只系轻微中风啫嘛，又咪瘫咗。唉，都系啊！你第日要出嚟嘅，等我入房扶你咯。阿莹嚟咗，坐低啊！姐夫，你几好啊嘛？唉，好啊，好啊，唔会搞成咁啦。我入去攞杯茶俾你。唉，而家又俾人又冇晒钱啦，起居饮食又有人照顾。唉，你姐夫系冇用噶啦，再唔系好似以前咁咩了不起嘅，而家仲俾人炒埋鱿鱼，仲中埋风添。唉。已经衰到贴地就真，仲有咩话了不起啊？唉，姐夫，你头先都识讲啦，你只不过系轻微中风啫。据我所知，你呢种情况通常都可以百分之百康复噶。唉，身体康复咁又点啊？但系我真系犯咗错啊嘛，而家个心成日揦住揦住。几唔舒服啊！唉，最衰都系嗰个 Vincent， 我话佢啊，正一系瘟神嚟啊！真，当我谂埋啲咁嘅死桥，嗱，而家我有事啦，消失得最快嗰个就系佢。天光，呢条路系你自己拣嚟行噶，你而家埋怨边个都冇意思噶啦。系咯，家姐讲得啱啊！既然你知道自己犯咗错咯，咪重新嚟过咯，唔使冇晒心机噶。姐夫经历咗咁多事，你有冇谂过翻去神嘅身边，寻求佢嘅帮助啊？唉，原本都有谂过嘅，自从发生咗呢件事之后，我都想求神帮我。但是我諗深一層，我咁多年嚟都離開咗佢咁耐，而家有事咯喎，先至揾佢，係遲咗啲啦嘛。係喎，阿瑩啊，個神會唔會怪責我哋噶？當然唔會啦，神一直都喺我哋嘅身邊等緊我哋噶，而且我哋世人所犯嘅一切過失，耶穌已經為我哋贖咗罪。只要我哋肯悔改同埋相信佢，就会得到永生。啊，姐夫，你仲记唔记得上次我问你关于耶稣降生背后嘅意义啊？记得。我谂我真系要好好向神度祷告，认罪悔改咁先至得啦，嗬。嗯。老婆啊。吓。我以前成日向你呼呼喝喝，自从有事咧。我心情又不好，又向你发脾气，但是你又这样成日对我这么好，我觉得对你不住，希望你不要嬲啦吓。你向我道歉啊？咁得唔得啫？得，我点敢话唔得？其实都两公婆啦，使乜讲啲咁嘅嘢啫？啊，睇见你哋两公婆咁烟韧，我都戥你哋高兴啊！啊，顺便提一下你哋，唔好唔记得嚟我哋教会参加圣诞颂嗰个聚会啊！我哋一定会嚟嘅，记得啦，姐夫。呢、这个唔系你嚟捧我哋场噶，哦，我记得呢、这个系我同耶稣嘅约会啊嘛，佢先就系我哋心目中嘅明星，亦即系咧代表神嘅爱啊嘛。哇，老公，哇你忽然间咁醒咁啊？切，使乜讲？
众星照耀圣婴，天睡在马槽，天兵也赞美，基督已降世，世间欢腾恭庆歌唱，基督舍弃生命。十架为人死，牺牲拯救生命，神是爱铭记心间，神爱众生，赐下爱子，相聚在世。我聽到呢啲詩歌都好陶醉，大家陶唔陶醉啊？陶醉嚇、啊，特別咧，可能啲詩歌咧，或者大家都耳熟能詳嘅歌嚇、啊，但系咧，我哋好希望咧，能夠喺當中有一啲嘅聖誕嘅歌詞，有一啲我哋對神嘅信心嗰種嘅信息咧，能夠透過呢一首嘅歌咧，能夠唱出嚟嚇。咁、啊、希望咧，我哋佢哋唱完咗之後咧，輪到大家唱咯喎，好嘛？好，呢首歌叫做《是何婴孩》What child is this?
睇嗰個結局咧係點樣樣，好唔好啊？然後跟住我哋有詩班嚟到獻唱一首叫《榮耀救主已嚟臨》，跟住我哋有木偶呢個聖景嘅演出。啊，請大家咧喺木偶聖景演出嘅時候咧，因為我哋會用一種叫 black light 啊黑光，咁咧請大家唔好攝影啊，因為咧諗住啊好靚啊，咁諗住攝影，一有影相機嘅燈光嘅時候咧，就嗰個效果咧就冇咗噶啦。啊，請大家合作。好，請大家欣賞。喂，老婆啊，行快啲啦，乜你咁慢吞吞㗎？唉，因为行紧咯，你自己行得快啫嘛，又赖人哋行得慢。喂，阿国莹咧，佢明明跟住我哋后边噶嘛，而家又去咗边啊？你啊，一落车咋，就一支箭咁样冲嚟啦，边个跟到你、啊？哎呀，唔该你哋啊，睇下个表啦，人哋都话啦，7:00就开门噶嘛。而家都6:30啦，如果我哋再唔去排隊啊，邊度霸到靚位坐啫？啊，
你用啲咁样嘅语气同人哋倾偈噶？阿老婆大人啊，头先系大声咗少少，你唔好嬲啦吓，你唔好嬲啦。咦，姐夫，听家姐讲，往年你哋嚟圣诞仲嗰阵，佢催极你，你都唔情愿出门口噶。而且我仲记得你哋嚟到嗰阵时，通常都节目已经开始晒噶咯噃。但系点解你今年又会咁准时、咁紧张嘅咧吓？唉，阿国贤，今时就唔同往日啦。自从咧你带嚟我哋翻咗教会之后啊，我发觉我以前做嘅嘢处事为人系唔正确嘅，系要彻底咁改过，再唔好似以前咁样自以为是噶嘛。吓、嗯，冇错啦，国贤。而家天光一有时间咋，就睇圣经噶啦、嗯，晚晚仲拖住我嘅手祈祷添啊！礼、嗯、拜五啊，仲翻嚟团契啊！嗯、唉，仲有啊，牧师、师母同班弟兄姊妹啊，对我哋不知几好。我哋翻到嚟教会啊，真系好似翻到屋企一样咁温暖噶。系啊，冇错啦，国营，而家我哋嘅生活啊！真係好充實，好滿足啊！多謝你帶我哋翻嚟教會，家姐、姐夫，呢啲咪就係神賜俾你哋心裏面嘅平安同埋喜樂咯。雖然你哋唔係翻咗嚟教會好耐，不過見到你哋生命有咁嘅改變，我都好戥你哋高興啊！不過你哋唔使多謝我噶噃。咁我哋多谢边个？哦，我哋要多谢天上嘅父神啊嘛！冇错啦。喂，好啦好啦，够钟啦，我哋快啲行啦。喂喂、，Vincent 啊！喂，阿 Vincent， 行咁快去边度啊？吓，你揾我啊？喂，你使唔使惊成咁啊？我而家又唔系嚟揾你晦气。你上次嗰单嘢，我唔系有心整蛊你噶，你唔好嬲我啊！你放心啦，我啊自从翻咗教会之后，学识咗点去宽恕人，我再唔会怪你噶啦。咦，姐夫呢位系？哦，呢、這个咪我成日提起嗰个瘟神咯、啊。吓、啊，唔使咁夸张啊，阿伯哥。我叫周维忠啊，你叫我 Vincent 得啦。你好啊，周生。Vincent， 你点解今日会嚟呢度噶？哦，今日系我女朋友啲弟姊妹邀请我哋嚟圣诞颂噶嘛、嗯，其实应该系神奇妙嘅安排至真。系咩？咁啊，讲嚟听下。我记得你嗰日话富贵险中求，我心谂如果都俾我买到只菠萝电脑股票，我咪有排叹咯。你话系咪？所以咧，你就索性自己都炒埋一份，系嘛？嗯，但系你边有咁多钱啊？我按咗同女朋友夹份买间屋。再同大耳窿借咗啲錢，咪抌曬落去買只股票咯。哦、你咁浪嘅，你嗰間屋係買嚟結婚噶嘛？估唔到只股票出咗事，股價跌到連阿媽都唔認得。我間屋俾銀行收咗不特止，仲要俾大耳窿追數，我差啲要走佬都唔掂啊！咁你真係唔好得我邊度嘅啫喎。咁後來又點啊？好感謝神。我女朋友是个基督徒，她不但止冇怪我，仲帮我同佢屋企人借啲钱嚟还债。佢、又鼓励我做人要踏实，做事要合乎神嘅心意。我受到佢感动，仲跟佢今日翻埋教会添啦。啊，周生，听你咁讲真系好值得戥你高兴、啊。系啊，我哋过咗年仲谂住结婚添啦。哇，恭喜晒！多谢。虽然冇咗间屋。而家只系租人地方住，但系有个好老婆，心里边又有神，我已经好满足啦。咁系。咦？咁今年个圣诞节过得真系有意思，都好有意义喎。系啊。咦 ，Vincent， 咁你个女朋友咧？哦，我摆低佢同屋企人，然后我去泊车，我谂佢哋应该入咗去噶啦。哦，入咗去噶啦。喂，弊啦弊啦。我哋都要入去啊！我哋冇位坐噶啦，快啲啊，行啦，行啦！
Oh,
想用幾分鐘的時間來做個很簡短的結論，我不希望大家只是說來看一個的聖誕鐘、啊、表演得不錯、啊、那些詩班唱得挺好、啊、那些喉音不錯、啊啊、今天我們最主要一個目的就希望大家能夠真真正正體驗到聖誕節神所給我們那個的、大的禮物是什麼。剛才看那個的、話劇已經很清楚將那個信息給過我們，所以今天我不在這裡由頭又再講過，但我想大家看一段的經文、跟我一起讀好不好？這個記載在《傳道書》第一章第二到第五節，我們一起讀出來。傳道者說，虛空的虛空，虛空的虛空，凡事都是虛空，人一切的勞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勞碌，有什麼益處呢？一代過去，一代又來，地卻永遠長存，日頭出來，日頭落下，急歸所出之地。這段的經文在聖經裏面很清楚說到人生很虛空，是不是、啊、大家有沒有聽過前日那間學校有人開槍、啊、全個美國現在都震動、啊，那些小老哥死了、啊、人生幾咁虛空啊！我哋以為哇，人生好多嘢我哋可以做啊，係咪？嗯，我哋又要結婚啦，又要生小老哥啦，又要養大佢養得好啦，係咪啊？又要揾錢啦，最好發咗達添啦。咁可以早啲退休啦，好可惜，一切都係好虛空嘅。眨下眼，我哋嘅勞碌又過去啦。日頭出，日頭落，大家有冇諗過啊？夜晚瞓覺，噗一聲，乜都唔知，第二朝早，哎呀，又第一啦，咁又去捱啦，又要翻工啦。後生嗰陣時就想快啲大，嚇揾嘢做、結婚、生仔，啊做事咧要成功。眨下眼咧，睇翻轉頭，哇咁快嘅！嗰陣時我成日聽到嗰啲傳道人話人生好短促啊，咁我嗰陣時好細個，哇仲有幾廿年，短乜鬼促咧咁。而家唔同啦，而家真係好似聖經咁話要數算日子啊，仲有幾多少時間剩啊？啊，好難講啊！人生非常虛空，唔好淨係為咗今呢一生嘅生命嚟到勞碌嚇。聖經話俾我哋聽，人生係好虛空嘅，眨下眼過去噶啦，一日一代，明年白能過曬去。在英國有一個很普通的人，他呢就死去賺錢死去賺錢、啊、到他真的成為了百萬富翁的時候很開心，他已經六十幾歲了，捱了一世人了，現在發達，他覺得很成功，就是當他最成功的時候，突然間他的私家醫生告訴他，他有了癌症，只有六個月。他說什麼話？不是啊，不是啊，我捱了六十年、啊、現在才叫做成功了，我可以呢享下人生了，只剩六個月。他跟醫生說，他說醫生啊醫生，他说咁啊，
如果你能够俾多十年时间我，我俾咗我一半嘅财产俾你，吓、啊、嗱，应该好开心噶系咪啊？个医生，但个医生话对唔住，你个死症嚟，我冇任何方法可以救你。唉，佢好生好难过，一生人死挨死挨，吓、啊。而家成功啦，而家做咗百万富翁啦，咁啊点啊？享唔享到啊？享唔到。所以我哋唔好为咗人生嘅嘢咧嚟到死挨死劳碌嚟做乜咧？吓、啊，一个人喺生命里边，我哋真真正正嘅成就系乜啊？冇嘅，好虚空嘅。但系圣经点样同我哋讲？耶稣跟我们说什么？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人生怎样努力作都好，有一样东西是完全将我们生命一切的劳苦、一切的成就全部拿走了的，是什么？是死亡。对不对？啊，所以今日我哋睇翻历史里边几多嘅皇帝，佢自己做到咁高嘅时候，佢想乜嘢啊？佢想揾到长生不老药啊！食咗之后可以长生不老啊？得唔得啊？唔得。点解啊？因为佢想留住佢嗰个权啊，留住佢喺生命里边可以享受嘅一切，但系冇希望。死亡一路系压住我哋，我哋人。冇办法胜过呢一样嘢，所以所有嘅成功又点呢？所有嘅得着又点呢？我哋都享唔到，所以点解人生系非常空虚？但系神俾我哋一个嘅解决嘅方法，呢、这个解决方法系乜嘢呢？好简单啊！佢话只要你信，我就俾你有永生。跟神一起享这个永远 的生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些宗教的背景、啊、在复活节的时候，大家成日会看到耶稣被钉十字架，死在十字架上面。在这个的景里面，不是单止耶稣一个，还有两个贼钉在旁边的，有一个就笑耶稣，他说：喂，你又说你是神的仔，如果是你就救你自己，救埋我哋啊！咁啊，另外一个咧就唔系咁讲，另外一个就话：耶稣啊，如果真系你有你嘅国度嘅话，将来有日你去到你嘅国度，记得啊！可唔可以记下记得我啊？我同你一齐钉喺度嘅。耶稣点同佢讲啊？耶稣话：今晚你同我一同喺天堂。呢、这个人个信心咁少，佢都唔识耶稣系边个，佢净系知道佢同佢一齐钉十字架。佢话：喂，如果真系你有你嘅国度，到你翻到你嘅国度嘅时候，你记得。记住我啊！我同你一齐钉噶，咁细嘅信心啊！耶稣即刻话：今晚你同我一齐喺乐园。神所要求我哋好简单，就系单单相信佢。你信佢，永生就系你噶啦。你唔使话要好有钱，你唔使话要买呢一个永生，吓你唔使咩做几多好事。好多呢个世界嘅宗教系叫人做好嘢，啊，揾啲好嘅嚟到买嗰啲坏嘅，啊，唔系啊，耶稣乜都唔使要我哋做，只要我哋信佢啊，我哋凭信心嚟到生活嘅，你知唔知啊？今晚大家一走入嚟就坐喺度啦，都未有人问过我哋话，喂，牧师啊，
你啲凳你都要买翻嚟噶，边间公司啊？啊，坐唔坐得咁多人噶？我会唔会坐下突然间嘣一声烂咗噶？冇人问，点解啊？因为你哋个个有信心啊嘛，你走落嚟一坐就坐落去咯，坐咗成两个钟噶咯噃，就嚟，系咪啊？人生系凭乜嘢啊？凭信心嚟到活噶，神就系用呢一个咁简单嘅方法话：你信我，你就有永生。永生是你的，你要抑或不要呢？请大家打开你们那个的你们的刊物，中间有一张紫色的回应表。我希望大家用短短的时间填一填这个表，如果你没有笔的，你举手，我们的司事会给你一支笔，好吗？请大家和我填一填这个表。如果你说我今日想信耶稣嘅，第一，你喺嗰度画个圈。如果你话我仲未能够做到决定，但系我有兴趣多认识呢一个耶稣嘅，你喺第二嗰度圈一个圈。如果你话我想参加呢个教会嘅聚会嘅，你喺第三嗰度圈一个圈。啊！如果我希望牧师可以跟我联络的，在第四那里圈一个圈。你说我已经自己清楚自己是得救了的基督徒的，你在第五那里圈一个圈，好不好？用短短时间请大家跟我填了这个表格，麻烦。司事呢，你一路给笔，如果他们填完之后你可以收回他的，另外那边大家写下你的名，同埋你嘅地址，如果有電話嘅，寫埋電話，我哋想同大家有機會同大家聯絡一下。喺大家填寫嘅時候，我再一次提醒大家，唔好失咗呢個機會，神俾我呢一個咁大嘅機會，係一個永生嘅呢一個嘅大嘅禮物，讓我哋。不要就是这样失了去。有一次在监房里面有一个死囚，大家知道监房有很多是被人判了死刑的，不过是等着个时间而已。有个死囚呢，他被判了死刑，很幸运，刚刚那年呢有个新的总统上任，咁呢個總統咧上任咧，佢就卸曬呢啲死囚啊！佢話：，誒嗰啲判咗死刑嗰啲唔使啦，唔使死啦咁。於是咧，佢就落咗個命令，就話咧所有死囚咧係免死啦咁。啊，奇怪喎！其中有個死囚咧話：我唔要啊！嚇，咁點咧？咁於是咧。这个监房那个监管人呢就讲返俾个总统听，到话喂总统啊，我哋有咁嘅问题，你就话饶算呢啲死囚，但有个死囚话唔要，咁我哋应该点做啊？咁个总统话系，咁点呢，叫呢个司法部研究一下啦，应该点做啦咁。司法部开完大会之后，同总统讲，佢话话，你免去佢哋死刑咧，呢个系你嘅你俾佢哋嘅一个嘅机会。但系佢如果唔接受咧，你都唔可以逼佢唔死噶，咁即系如果佢唔接受，你咪要行刑咯咁。最终呢，这个死囚呢都是被判死刑，因为他不肯接受个总统给过他的免刑这个的福分。我想跟大家讲，我只是举一个例子给大家知道，
神俾我哋一个咁嘅机会，可以有永生等住我哋。你要同唔要呢？我哋自己系要做一个决定，同埋呢个选择系喺你嗰度。你信耶稣，耶稣就将永生俾过你，系咁简单。所以我希望大家唔好错过呢个机会。这个机会听起上来好像很简单，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我做牧师成日都见到这些事，就是上一个礼拜又有两个人死了。眨下眼，我和我太太今年在这里计，哇，我们认识的朋友啊亲戚啊去了几多个啊，头嗰半年我哋数咗十几个，后面嗰半年加埋晒，今年我哋死咗廿几个啊！今年唔知系做乜啊？如果你问嗰啲睇相佬咧，佢梗系话今年系咩龙年系嘛？今年啊，啊，嘿，我唔理乜嘢年啊，人要去就要去啦，系咪啊？我哋唔控制得我哋自己嘅生命。但是神说什么？给我们有永生，你只要信祂，永生就是你的了。请大家低头，我们同心祈祷。慈悲的神，我们多谢你给我们这么好的圣诞的礼物，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很硬颈，我们很愚蠢，我们不懂得选择。求主你给我们有咁嘅智慧，明白你为我哋所预备嘅唔系俗世嘅一切嘅嘢，而系永生，系一个永远嘅生命。主，我哋希望今日喺呢度做决定、相信你嘅人，你与佢哋同在，俾佢哋有平安、有喜乐。仲未曾能够作决定嘅，你继续嘅喺佢生命里边嚟到鼓励佢哋。带领他们，开通他们，让他们能够认识你，明白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主，我们多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我们求你祝福我们每一个相信了你的，你继续带领我们走完这条人生的路。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要将时间交给潘牧师。
大家为着诗班、话剧组、小朋友佢哋嘅演出，我哋一齐鼓掌。我哋为着我哋嘅神，佢咁爱我哋，为我哋降生，我哋今日嘅庆祝系为着佢，我哋向神嚟鼓掌。我相信大家咧好享受今日嘅时刻，我哋喺呢度预备呢一切嘅节目，好希望能够同大家一齐分享。我哋相信咧，大家已经感受到圣诞节嘅气氛，亦都咧领受咗圣诞节嘅信息。我希望我哋能够咧带住咧神俾我哋嗰种嘅爱、嗰种嘅平安咧，我哋翻到去我哋嘅家中、我哋工作嘅地方、我哋嘅生活有主嘅同在系好得无比。大家完咗呢个聚会之后咧，我哋喺大饭堂咧系为大家预备咗一啲嘅祝点我听见咧好似有啲雨声系嘛咁大家唔好快走住好唔好我哋一齐咧过到去大饭堂咧，一齐享受呢个嘅祝点，大家彼此嘅倾下偈，认识一下。我相信咧系神俾我哋一个好嘅机会咁咧，我哋教会亦都有好多唔同嘅聚会喺大家嘅秩序表里面咧，亦都有我哋教会各方面嘅聚会时间性质。如果你想多啲认识嘅、知道嘅，可以同我哋联络我哋咧好欢迎大家咧嚟到同我哋一齐去认识神，亦都咧去一个大家庭嘅生活咧，好快乐嘅一种教会嘅生活。好，咁咧就最后咧，我哋请阿刘牧师为我哋做一个嘅祝福，然后跟住咧，我哋仲有一首歌咧，大家一齐唱好嘛？我哋请刘牧师。请大家一起低头同心祈祷。多谢慈悲的父神，你给我们一切的恩典，让我们在这个圣诞节里面能够享受到神你给我们这个的大恩，你的爱和你给我们这个的祝福。希望每一个在这里的都能够接受你，相信你。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林牧师，好，现在我们一起最后唱一首大家彼此祝贺圣诞快乐的歌嘛，祝你圣诞快乐。朋友，祝你圣诞快乐！朋友，祝你圣诞快乐！情深，祝你圣诞快乐！祝你健康愉快，让最爱朋友全人都相识。情深，祝你圣诞快乐！祝你健康愉快，朋友，祝你圣诞快乐！朋友，祝你。之后咧，向右手边，我哋一齐喺大饭堂嗰边见面。